阿岛林神手系列出现 up up， 有没有 up 就看这一摊了。我不知道 MH 知不知道我的账号密码是什么。对，因为上面是写平民百姓，可能很多人都取名叫平民百姓，他比较难设定 follow 到，他没办法 tag 我，没办法标记我，他不知道我是谁。他看到平民百姓，他总不可能哎，对啊，抽卡了，时间抽了，注意来了，哦，神 SR 岛林跟神兽系列 up up 哦，十抽 ，I ready， I'm ready， 十连抽。看有没有 U 啊？我是想要来一个麒麟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麒麟不是麒麟王那个麒麟，是那个麒麟，你知道哟。U R 的就好了，要求不是很多。辣妹辣妹，身材不错哈，不过她是 normal 的，旁边休息吧。Super R， 这只刚才是麒麟哦，看那个板子应该是麒麟啊。欸，不过有点像独角兽嘞齁。Normal 的。欸。Normal。三抽一阅读一纳血一道耳，不错齁。有 UR 神兽你需要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欸，可是我账号已经创下去了。SR 还不错啦齁。再来。我不跳过，我就直接让他一出来。哦啊！旁边洗洗睡吧你。他噗就是没有就是重复的啦。第三抽咯。哎，看不到胖次，旁边休息。哎，公的旁边休息。哎，重复旁边休息。第四抽。我只要求不多，一张 UR 就好。哦，一张 UR， 那就是加倍有感了。看我的眼睛，哎，知道我意思啊？我的账号叫平民百姓 ，UID 我已经来不及告诉你了，所以现在有平民百姓在抽的，你就赶快调一下吧。这第几抽啊？第四抽是不是？我怕声音不够大声了，我把它切大声一点。再来，第五抽是不是 ？Super R， 来了一只瓢虫。你一瓦神兽是游客模式登录的，看看百姓有没有需要。我没有说你胡乱的，只是说我现在账号已经创了。如果没关系，我到时候看再私讯你还是怎么样好了。也不知道差别差哪边了，我可能只是想要。最主要是要知道功能吧。哦，青龙欸，不过是 R 的，第六抽了是不是？应该是第六抽了。将，加倍不敢，第七抽。啊！我有两只朱雀了，第八抽啊！我要那只大麒麟，大麒麟，这还是第九是不是？还是第八？忘了。无感呐、啊，加倍无感呐、啊。最后一次，应该是最后一次了，来吧，一点 B 牌的感觉都没有，来吧，没了对不对？没了，一张 UR 都没有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记得分享给你的好朋友，订阅旁边有个铃铛，按下去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民百姓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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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。